2024年6月26日，今仔日是礼拜三吼。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侪云到好天，过到过了后呢，啊，这个中部以北啊，部分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甚至有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啦吼。啊，咱旧日行到5月21日。气温的部分哦，哦，今仔气温真热哦，今仔日的气温西半部差不多27度到37度吼，哦，即个体感温度绝对拢超过40度了，哦，就非常的热，补充水分哈。好来，来甲听众朋友做一个报告，来看新闻哈。来，首先咱第一篇的新闻要来甲看自由广场吼。有一名中华师范大学退休的教授啊。英文伊写了一篇文章，讲咱台湾有一间即个扶不起的阿婆车厂，叫做鲁良啊。即间鲁良啊吼，自古以来国民党执政的时阵，就拨一丢一堆钱来甲因补助。啊，想讲吼，看会当吼拨迄堆钱啊，甲因斗三间补助，会当吼车用出吼一间属于咱台湾家己会当做汽车的公司卖啦。结果长期间来腐败起来，就是腐败起来。头家就是严凯泰啦吼，即含国民党诶以前的党主席马英九是马子真好诶，啊腐败起来。迄当时经过侪侪钱的补助吼，啊有出产一架车啦，讲叫做国产的，叫做飞凌啦。即听众朋友应该捌听过吧？啊，一架飞凌一个出来了后，接受了起来的毛毛啊，无半只啊。飞凌，飞凌我都捌开过咧。就当安尼死人烟啦。你出两代啊？出两代，欸、出两代。啊，迄、那个两代吼，我甲看看，都外形式我改变呀、嗯。其实也无啥物差别啦。啊竟然这个扶不起的阿婆这间鲁良啊车厂呢，讲今嘛偷偷去进口吼中国的电动汽车啦 ，NG 的 ，NG 的吼，啊结果吼进口里边吼，大啊整整的换换讲合作吼，因家己制造的咱台湾的第二代电动车。啊！伫这个啊，咱台湾世界卖这台车，我那边了未讲话卖哦。嗯，因这个车足侪人唔知伊是中国车，唔知伊是中国车哦。欸、啊，而且佫是吼，迄、那个进口零件全部拢是咱台湾组装的，啊，甲咱骗骗讲吼，是咱台湾家己制造的电动汽车呢啦吼。咱知啊，中国的电动车伫中国是发生足侪代志哦吼。啊，所以这个黄英文。中华师范大学的退休的教授看一下，感觉讲啊，这无写文章出来，甲别看开会使。嗯，这袂当好安尼创啊！这篇咱甲听下看嘛，黄英文教授伊安尼讲啊，伊讲最近国内有各种的媒体啊，一直吼咧广告啦，咧放上吼一支啊，这个汽车的广告，讲合作咱国内第二款的电动车啦，风光上市安尼啦。长期研究车辆科技的笔者，我煞大啊忍不住真好闲呢。想你讲这间公司鲁良啊啦，除了吼 N 七以外，透视地人嘛唔捌听过国内有啥物任何车厂咧进行电动车的研究开发啦。要安怎样啊？忽然间吼对无单蹦出了第二款的国产车的电动车呢？我当然要紧深入内甲对查研究，才知影讲啊安尼啊话啊，原来是鲁良啊集团旗下的中华汽车偷偷去引进中国的上海汽车集团，诶，这个 MG 诶 MG 诶这个啊品牌的车种呢，只是安尼将所有的零件进口来到咱台湾，真正的安尼个卖出去，竟然讲变成吼，咱台湾第二款的国产电动车，安尼咧画广告咧画卖安尼啦。其实暗指呢，这是吼莫里斯车库的一门缩写啦。伊原本是英国真有名的跑车制造公司啦，啊了后因为经营了无好，被其他的大型车厂加好并吞去啦，然后就宣布破产啦。到尾啊，伫2007年去中国上海汽车甲收买去，
大将这个品牌 MG 甲保留起来，无甲改换啦。2022年台湾陆龙啊，对中国进口这台啊上海的这个汽车 MG 的品牌，由陆龙啊集团旗下的中华汽车来甲代理进口。无到两个月呢，就有这个 MG 啦，HS 啦，1.5T 的汽车加到 SH 吼，这个HS 啦，包括 PHEV 相动力的车型车来上市啦。上万知啊，这并不是因这间公司家己有在调人生产制造的。2023年起初。这个新增加了 HS2.0 的汽油车款啦，今年6月更到 MG 纯电动车来上市啦。这明明就是代理的呢，就是进口零件，台湾家己做做的呢。煞吼，唔知人见笑，怕讲个讲是咱台湾国产的电动车的名号，忍不住互人听到真惊吓，互人感觉讲这间公司真笨死不提就对了啦。陆龙啊集团。早前就是受国民党执政的时阵，政府重金来补助啦，煞吼无法度人家己吼开发，人成长，人当大人，虽然曾经啊，成立了吼陆龙啊吼工程中心啦吼这个自主研究开发一台车，讲叫做飞凌101就对啊啦，这个专款的车啦，后来开始就个。无生产什么物件出来啊！这个公司业绩嘛，因此刷单吼，对山顶爬了到吼这个客户底未顶未当，过来到差不多应该爱宣布破产啦。最后呢，刷克掉吼这个某厂日产啦、尼桑的这个公司提供的车款，搁再可以继续卖，只要发到人起诉回升啦。迄当时阿兵啊，执政的时阵，陆良啊又搁再一次接受着吼迄当时诶，这个经济部业界科专吼多年来诶计划吼经费诶补助啦，进行了吼新车自主诶研究开发，大啊生产出一台吼叫做纳智捷啦，纳智捷这台车呢，从此大啊变成了因公司诶主力车种啦。煞唔知吼，人感恩多报呢，落地生根，加做咱台湾本土的车厂就对啊啦。竟然大炸着技术啦，甲所有的技术基础大去到中国啦，开发更加侪相关的车款，更加一心吼要下跪吼电动车这一块版图要来做电动车啦，笑想要行销国际啦，但是都无迄个材料。阿斗就是阿斗，永远扶不起的阿斗啦。在中国的业绩是愈做愈歹，节节败退。后来由这个啥董事长夫人呐、就是前的董事长夫人严凯丽严凯泰因某叫做严成立连接手啦。结果将中国所有的车厂业务全部拢收收的，大倒亡转来到台湾。一个得到鸿海集团甲郭台铭亲手去甲斗三江入股奖款，才有法度人苟延残喘至今啦。无想到讲，这间扶不起的阿婆竟然自甘堕落，去代理中国的电动车，代理中国的车，更加进口电动车的零件，做做的讲什么叫做咱台湾国产甲己研究开发出来的车咧卖啦。先撇了高额的新车的进口关税的货物税，大赚这个黑心钱。而且这台车顶了对啦，内面装有够侪中国制造的这个感测器、甲电脑的设施啦，将开车的人所有你的资料全部传登去中国，传去中国就对了啦。这种的可能，就那亲像华为的产品同款，变成了21世纪科技版本的木马屠城计。进口中国的车，这台 MG 来讲是咱台湾制造，内面偌济物件拢是中国的物件。迄个所谓的这个电脑啦，包括吼感测器啦，种。你驶这台车的人，等于把你的身份地位就对了啦，把你的资料拢同我寄去中国处理了。这个其实咱即马用的车大概啊，即马到底还是分几成，咱唔知道。但是以前来讲，只有八成拢伫中国生产啊。
哦，几乎八成拢伫上中国生产。你甲看迄、那个，就做咱的迄个液晶屏幕无吼？咱即马汽车拢迄个小电视嘛，液晶屏幕、嗯、啊，内面的显示讲冷气啦、音响啦、啥物种种啦、电视啦啥。啊，你看迄个字都拢中国啊字啊，拢简体字就对啦吼。迄、哦、所全部拢是差不多对中国生产。啊 ，NG 这个问题 ，NG 是英国车啦。古早时代 ，NG 就是英国的了，对。我、哦、爱出一批最有名的车，就是奥斯丁啦。奥斯汀就是 NG 这种车唱出来，安尼就对。啊，了 NG 去到上海架起了后呢，伫上海遐呢开始生产因的车有无吼？啊，这件代志其实讲起来吼，那政府把关出大问题啊。咱的政府把关啊。这个时阵啊，不，这是最近 NG 电动车是最近较变。哦，对，哎，这是最近较变。啊，以前呢，都爱清楚标示讲生产地是倒位嘛，对不对？啊！你看，咱无论是食的物件啦，还是啥货种种，拢爱清楚标示，就是防止生产地嘛。啊，结果竟然放互陆良啊，把这种伫中国生产的 NG 的车，把它当作台湾车，他妈的生产，他妈的卖，啊，咱的政府拢放点点。啊，这用外久的时间啊 ，NG 的电动车要来外久几单尔？哦，对不对？这是政府的问题。2022年你白啦。当时陆良啊，的时阵是台湾嘛，正出名啊。啊，陆良啊，迄个时阵上早的都只讲的花林嘛。对啊。啊，了花林一代、花林二代安尼嘛。嗯。啊，花林了后呢，伊跟日本合作，进日本的零件出来霹雳马。嗯。就出霹雳马就对啦啦。啊，这霹雳马就真正是台湾做生啦。哦，这样子啊，花林是真正是台湾家己设计、家己做安尼就对。哦，但是听伊讲起来，因为我那摕日本来了，对吧？哦，啊，陆龙啊，你得甲保护掉咧啊！啊，伊就是。当时我在陆龙的时代，有飞人的时阵，迄阵都我那里边开车嘛，我开车都飞亚特。飞亚特唔是，飞亚特是迄落澳洲车，澳洲车，澳洲车。伊阵飞亚特足出名啊！对啊，对啊。台湾嘛足出名，迄司机司机站嘛，飞亚特诶。所以。所以头拄啊，这篇文章咧写的当中，咱就爱问咱的政府讲，啊，你安怎把关的啊？伊明明中国坐的车，是安那会当工作国产车？哦，对不对？啊，伊明明咧相骗着迄种所谓的迄个进口税，啊，是安那你把好伊安呢？啊，这个代志安那别坑的，安那讲些笑话互恁听。这个代志是对小红书别坑出来。小红书就是强飞啊！伊个抖音以外，即马佫出一个新的迄个网络平台，叫做小红书。好咧，嘿！啊，小红书顶面有人破文章咧笑台湾人啊，讲笑死人！台湾人讲一只 NG 伫咧用即个做台湾卖台票90通万，讲有够俗电动车啦，讲 NG 90通万卖了有够俗的，对啊，台湾人家己讲的安尼啦。啊！咧小红书内底，即个中国啊，就笑 ，NG 伫阮中国人民币10万，无人要买啦。我老贵了。你甲听看卖啊？哎，人民币10万大概是下岸代表啊，40通万尔。讲你中国人无咧买这个车的啦。我还算中国人数据最快呢。无因咧买更加搞笑的。你讲因无咧买这种车，我就叫高粱公的了，对啊。农业地啊。哎呀，啊台湾人讲近年讲一只90通万，唔免甲100万就买一只电动车，啊个标明 NG， 讲底下欢喜到安尼了，对啊。啊去中国人笑了，对啊。所以讲台湾人家有够贪啊，对啊。啊，所以这咱就要在问啊。这个教授所写这篇文章，咱要来社环头问把关的是什么人？绝对不是张成功把关嘛，对不对？不是姚人啊把关嘛，更加不是我啊，我们是政府啊，是政府把关嘛。啊，你政府安那把关？把关到后，陆良啊，提一只中国坐的车，自称讲是台湾产的车，啊，但那个所在咧卖价变变少。陆良啊，普通一般的生意人，对啦，慢慢也出书的。啊，对啊，你较想看卖？对啊，所以出书的嘛，对啊，对不对？所以国民党咧执政的可恶，就是伫遮嘛，哎呀，真正有影。做不了啊！这民进党出钱了，对啦，要赔股了，慢讲啊！哪能外国民党的对啊？我这想到喊过啊！啊，这个你无收红包，无收草包，你敢咪骗死我嘛？唔相信？哦，对唔对？放话呢？哦，好啦，啊，那个小红书当时要逼一件出来的时阵哦，真正台湾人十个内底九个。人家当作 NG 是英国车，那么当作是澳洲的车，拢当作英国车，拢当作奥斯汀的迄个车厂做出来的对啊。
啊，廖小红书这个来直接来捧了到的网络。一片花莲的，对，甚至到台东，嘿，咱特别惊着。我第一个时阵哦，迄较早迄关咧，迄时阵咧少年，迄个时阵哦，是国民党的政权哦。你迄阵到现在咧讲的，真无同啦，嘿啦，即摆讲的是直接电动车，近两年的代志，嘿啦，二通二年。啊 ，MG， 啊，够涨势，你看卖啊。哟，啊 ，MG 的车。咱的政府竟然放回西山地，你这个根本就不是叫做西山地，是威泽山地啊，根本就不是西山地嘛。啊，也点点唔跟你讲讲，这是上海做出来，哦，对不对？啊，大家拢以为讲啊，这个国产车系列啦，吼，对不对？你像你上的车，你上的嘛是五菱啊，咧代理啦。啊，你上的车伊嘛是属于日本体系。你上的车贵拢日本体系。啊，伊这车全部拢是对台湾未来了，台湾的生产线家己组装。哦，哎、欸，啊，组装了，啊，又号名号做国产车嘛，啊，所以台湾讲家己的，啊，其实你上海全部拢日本零件，日本零件过来，哎、欸，日本零件过来，哎，就对了，啊，所以这个，啊，这家己把关把无好，个下清的文章出来闹鬼起来是真正啊，笑死人，你看，啊，大财团呐，大财团呐，今仔日讲阿歹听，换做其他一般的企业啦，你西山地试看卖啊，伊来掠你。对啊，对唔，一声嘛，甲你接话，发话单咧，都发难咧吼，对唔对？啊，这个直接话紧啊，故在伊啊，他主歌在对卢龙啊，都有够照顾的，你敢来啊？啊，是生活的。哎，当时卢龙啊，先就是卢龙啊，内面唔知刮刮风咧，即话些面伫内底啊。当时卢龙啊，车都迄个啊，全部拢是，一个计程车拢有，计程车拢有。哦，对对对。哎，当时你买卢龙啊车都少嘛，嗯，啊，你若要进口。进口买进口车的东西，进口税金。本来计程车拢买卤肉，我茶买有够贵的啊。你买卤肉啊？你怎哦？无啦，这重点是听到我讲小红书甲这件代志咧笑台湾人喷啊！因 NG 的车同款的，我伫中国是卖十通万的人民币哦。嗯。伫中国卖十通万人民币，伫台湾卖九十外万哦。啊，都不台湾啦、啊！台湾一只，等于两只咧。台湾咩一只，等于也买两只。啊，人个笑讲，我未去买这种车，来笑台湾咧。啊，台湾牛讲，我无高用笑，因为我政府无讲啊。那个帅哥欢喜个咧，我哋政府无讲，唔知人家讲，哎，唔知对一间咩火车车，唔知。系啊，啊，足侪人只开 NG 出嚟，当作伊开的是英国车咧。嗯。真正足侪人是当作伊开的是英国车咧。啊，所以这个这真正。唔知要安怎讲啦吼，好来来啦，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动车吼，都是种品牌，唔管是中国的、英国的、美国的、日本的，都为了电动车要叫我开，我惊死，我真正唔敢开。纯粹拢话你平安无事开完啦，五档了后、六档了后，迄个便利啦，换一条上俗的爱六十啦，六十万，六十万上俗的啦，上百几万的咧。啊！你五单六单了，你台车上要六张个不？六十万百几万顶了，都很值钱啊！啊！你六十万上，我阿不你阿想要换新车？我只车买来电动过诶！啊！叫小李靠人去做啦！我就受了你啊！大梦啊！电动车叫政府洗脑，都沙拉油的事件，洗脑事件，搁在中央。是电动车，刚卖入去的啥汽车？迄个咩汽油燃料费？到一面一面啊！一面一面。啊！但是电动车充电的时阵爱六钱，有当然爱六钱，阿咪上加油安尼啊！对啊！啊！电动车有可能伊的阴谋人的所在，有可能想讲大家无污染嘛吼。第二就是讲啊，我免纳迄个燃料费啊。但是因拢无想到，我买也要换一下电池的时阵，代志要大。啊，佮有另外一项个，对啦，伊的保养也无像一般汽油车的保养遐尼济啦。嗯啊，好啦好啦，啊，咱们来看啦，看这电动车以后安那飞袂人类了，对啦，好来。进攻阁，来你这个得等来。贵姓？哦，我姓张。啊，张小姐啊，你讲咩是？是咧食哪？我是吼，我是讲，因为咱这年轻人呐、啊，啊是有些状况是种小毛病啦。啊，不过我最主要就是啊都无改好啦。啊，不过我食是都我是食了哈，我改善的部分有蛮多的啦。啊、嗯，你跟我讲话蛮好吧？好呵，迄、那个我吼食了，我刚开始打开始食的时吼，啊，迄种我的脖子啊蛮骨骨也拢一直痛起来。嗯、哦，啊，我得惊啊、嗯，结果我得打电话去给咱请假，咱得给咱鼓励啊。嗯，我哎，好怎反应啊？嘿嘿，得拜托。啊，结果吼、哦，好，我那反应三四个月，啊，即卖好了吼、哦。嗯
迄阿妈骨内皮肤拢变作油作舒服的，对，拢袂阁痒啊。诶，伫内的毒素拢排毒出。所以我感觉讲，爱做有耐心的啦。嗯，对对对对对。啊，到尾啊吼，食到早来已经胃二月二月嘛吼，食到早嘛过了个月啊吼。结果我阁有一种情形，就是讲我自较早做杂音啦吼，捌动过一次手术，捌手术一届过。啊，结果拢袂当挂口红，我的嘴拢皮那挂了口红就痒，哦，安尼哦，就疼呢，拢袂当挂就对啊。啊，不过今麦我拢会使挂，今麦就是在过拢会当挂。我食过了，今麦挂拢无要紧啦。啊，佮咱妈佮有一种感觉，就是讲我的脚吼，脚底皮本来吼，迄皮吼愈生愈高，啊，愈厚皮嘞，啊，迄白愈细，白愈细，就粗了对。嘿嘿，啊，不过到今来，煞规个拢好去。现在吃完的三片都好起来，整个都又又卡在皮都变得水了，这样哦，就没像以前说常常加四吧，这样哦，谢谢你啦，你就继续这样呢，会啦，我是觉得说有这年好的效果，觉得说就是说需要人来鼓励啦，做这个见证不人知道，这样啊，咱做功德啦，啊，咱就出一个嘴娘哈，啊，咱讲好道修报嘛，这真好个代志啦。嘿，我就感觉讲真正做好，大家互相鼓励安尼。对啦，对啦，感谢你啦，你就继续使用呢。嘿嘿，好，啊，有时间可能不出房地。好，你这个讲你拄只讲遐，你转去物件，你只冰箱做地，你咪无要紧。迄就算讲安尼做地啊，配咱来是都。无要紧，无要紧，拢无要紧，我是讲。我好食几落工啊啦，我想啊，卡来问看卖个钱哦。一款物件不见，迄无白害。安尼吼，可以可以，好，谢谢哈，好，拜拜，再见，谢谢。好来，再感谢雄狮大收听台湾人俱乐部的直播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啦，要来介绍咱现在公司优秀的产品许多三家产品了对哈。咱现在人也有听到吼，袂当我口红啊，用贵宾啦，贵宾就对啦吼。啊，身体上有哪有真侪即个妇人人的即个毛病就对吼。重点就是讲什么会呢？咱那破病吼，一定要去做医生哈。大病伊即马做方便啦，吼大病伊做方便吼，啊去大病伊做一个检查。啊检查医生开好的药，你得个吃哦，唔蛮无吃，真侪人做起西药啊。但是咱已经治着病啦，西药无食你嘛不可以了着。啊，食西药了，你会烦恼讲食西药了啊，有以前我们在安那咧安尼，啊你免搞烦恼。你若听着咱信南公司啊，咱台湾人俱乐部直播，你就甲广南的许多山等于食，食西药、食汉药，佮食个什么药，拢基础了。许多山即个做好到底的了着。有人想讲啊，我食西啊，我咧食汉药，啊，到我都能食许多山这产品了掉。实际上，许多山其实上好到底的物件，这是药啊，这是种食品的物件，日本人研究的物件，对这身体上有足大足大这个帮忙作用了掉。何里啊西药，这里去有毒种种的物件了掉，包括冰冻时啊，小地方台湾啊，食物件我咧惊死的。哎，这么挡都惊了点了啊，用一个就是留声挡啊，去做治疗，啊去我要低啊低价，笑啊，这价格高得大了，价格价高得看没一变形啊，那你个想到足恐怖，跟他想恐怖的，但是佫发生在台湾了掉。啊，大家对价问题、对药啊问题无怪了，变遐济了对啦。啊呢，啊所以咱现在公司产品的价过程中间哦。一旦从中慢慢把你化解一下物件了掉，我一旦讲是安尼吼，讲上面雄狮大，这个袂使起啦吼，啊所以雄狮大爱食物件的是许多山这三片，好的个需要，尤其今嘛这时机点，更加突然讲需要了掉了吼，有你们不了解，你拍电话跟这详细询问哦，欢迎去多少多山顶的山，许多山顶这三片吼，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了哈。来咱今麦一处呢，各位信山公司产品十款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三款以外，咱就提供一寡精品啊，要来请上好咱买十款的朋友哦。买十款的朋友呢，你也当个经平底锅一支，你买经电风一台。
这种会用心经济量摩炭经信山公司另外有三十粒真的惠安素金立明保顺健喜乐清软骨素三十粒这种会当咱一道经济行为完结啦吼。啊，另外一处呢，个别信山公司产品五款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一款以外，赶快我老提供一款产品，要来赠送给咱买五款的朋友哦。美国的朋友呢，你也当个金吼上新的精品，就是三件是个保鲜盒一盒。你要个金一支保温杯啊，金白沙湾起个一条。你要金大香的香草一盒，金五目子的洗头毛巾一罐，五目子的洗衫巾一包，隆重的迎接，咱一道金一行未完结，空不空空空五百六六百，感谢。来，接下来咱们邀请台中朋友呢，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呢，这是啊，这个什么人啊？真心美，波德半亩。好啦，共同欣赏，感谢。感谢啊！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电话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
八，电话一在是啊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电话甲卡过来，公司用的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来，感谢啊，咱个继续那个进行节目看新闻下来。来，接下来去咱们个看一篇这个中共哈。在顶无几天吼，啊，来立一条这个恶法啦，讲专门要来处置台独分子啦。啊，当然这引起了吼，啊，咱台湾一村的这个惊吓以外，惊吓嘞，大家切到死的，也是有人惊吓啦吼。啊，当然啊，这个时阵咱有看到美国吼，我那开始针对着这件代志，对中国吼有来做一个指责啦，看伊安那讲啦。你讲针对着中国发布了上届官会当判死刑的处置台独的22条的意见啊，美国国务院24号强烈来谴责中国迫害台湾海峡的稳定，强调啦。威胁甲用法律战，即无法度人和平解决吼两岸的分歧啦。中国21日公布关系依法吼处置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意见，被人指控讲这是分裂国家的人上届关会当判死刑相关的犯罪，并且讲原来当缺席来审判啦。中央社报道咧讲吼，讲记者伫即个国务院的例行记啊，即、這个例行的记者会当中，有来询问着美国政府的立场。啊，即、這个政府发言人米勒表示，讲美国强烈的谴责中国吼的官员升级的角色，包括迫害稳定的因素甲行为，经过中国甲台湾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啦。阮持续会来敦促着吼两方面切切，唔好来片面来改变着现状。另外，立法院昨昏继续进行施政总质询，对着中国吼发布处罚台独的意见，行政院院长戴英台吼答询的时阵强调啦，伊讲一个无民主而且法治无完备的政权，透过伊的法治无完备来侵犯着台湾的民主。这真正是天大的笑话啦！德英台伊咧讲讲，因为中国目前对台湾的手段就是恶毒，咱台湾人你若要去中国的话，家己三思一下啦吼，三思而后行。包括民进党这边的委员吴丽华伫咧质询的时阵表示，讲那依照着中国处罚着台湾独立的定义啦。大概咱台湾人有85%拢是台独分子啦，而且有可能拢会被入罪啦。立委会主委柯水清伊答询咧讲，讲中国杀出这个22条的意见啦，只要唔是中国所定义的统一，拢有可能被列作台独啦。所以应该吼是超过吴丽华所讲的人数啦。啊，这个柯水清伊强调咧讲吼，讲中国政府啊，当局呢对咱国无任何的司法的管辖权，伊的法律啦、范围甲22条的意见对咱台湾人无任何作用啦。政府会全力来捍卫台湾人的安全甲权利啦吼。这以上最近这几天来吼，咱陆陆续续看到台湾的官员啦、啊，包括吼外国、美国的官员吼，啊，针对这个所谓的处罚台独分子的发表来做回应啦吼。那万一中国家己了麻烦啦，所以讲啊，快听，中国人甲北韩那俩人参美国嘛无约法啦，嘛拢无约法啦，啊，你啦无必要去慢去。啊，若有需要，啊，去中国的人有无吼？你若准是台干的话啦，就是讲那个台商的干部嘿吼，甲恁头家讲一下，讲伊即摆定这落雷到底吼，我其他反正性命判你，会叫你啊。啊，伊就是讲伊是台独的身份证。啊不，啊咱只要讲你爹是台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嘛，是叫台独啊。啊，你做过兵无？台独啊。啊！你有去投过总统的票无？台独啊！十番人安尼去，大家都输输啊！大家嘛输输啊！大家嘛输输啊！是咩料？咩料？咩啊？伊做唔知人看啦。哦，无总大哥，我看咱三个来试一遍啊，看几个灯啊？三个拢未当灯啊！我跟你讲，乱念脏咩？卖家己惹麻烦啊！真正国不离三种爱去的人有无？第一。
你要出发之前手机啊所有的那个对话啦，什么种种全部删掉。嗯，你要讲手机啊，洗好康的，手机啊，全部洗好康。伊个吼，伫海关遐即卖是安那呢？伊叫你手机啊拍开，就叫你拍开呢。系啊，系啊，现在伫海关就是安尼，叫你手机啊拍开。你写啥？系啊，要看内底你个通话内容啊，什么种种有诶无诶，对。啊，甚至你有特别关注到某一个迄个网络诶平台。哎，你网络平台呐，充满台湾意识啊，你死啊！嗯，你代志就多啊！哎，你强辉啊，怪讲，无咧讲做嘢啦。啊，咱就慢死了，你坐咱都要去，咱无法度啊。对啊，除非讲伊拍赢，啊，咱拍输啊，啊，咱就稳死嘢啊！对唔对？伊咧，即个话对咱台湾来讲是好，唔是歹啦。嗯，好好地对答呢。嗯，有一寡以前，伊感觉连讲，啊，我都咧选举，我无咧支持某一个政党啦。嗯，我来中国去投资生意 ，OK。也不会啊，慢慢一直严起来，你啊后的时阵，大家想讲无需要去的风险这么大，对对对对。我若凊彩讲一句，因听了袂爽，要搞我入去管，我也无法度伊。卖讲台湾政府，连美国政府、英国政府、日本政府都无法度伊啊。啊，就是安尼啊，伊就卖去啊。即马咧，愈少人愈去，愈少人要去啊。啊，即马可怕是可怕伫倒？嗯，即马咧可怕就是讲诈骗集团的新闻是毋是已经报甲对人去啊？嗯，嘛是啊，个人要用骗，啊，中国用这个孤陋寡闻的法，哦，要抓人，这咱嘛是唔啊，不搞对问题，我跟你讲，啊，是去捉贼人啊，佮唔知啊，系捉贼人，有冇得？啊，要去啊，所以你两个要去就去啊，是啊，啊，你啊对了，卖等下找政府斗三工，因为政府真正无用，无错啦，哎，真正无用，迄东西，迄咪政府无灵哦，迄是任何人都无用，除非就是讲出兵拍云南的娘娘啦。就是战争安尼尔，出兵甲怕，系啊，本来就是安尼啊。啊，所以咱类似咧看上这种代志了，有时阵我慢慢想法来去改观啦。嗯，以前拢讲什么邪不胜正啦。嗯，以前每场拢爱看过啦，对啦，太怕啦。嗯，我都无安怎。个中国要用买金来请咱去，咱都无去啊，安尼是对啦，安都无输啦。你永远是台湾都无输，主要是台湾叫退去啦。嗯，好安尼啦。啊，你来孙奶奶，无要去的时阵奶奶，什么代志拢无要去到中国去嘛？你是咧看啥？哦，对不对？台湾人叫退去，迄较怕风啊，对不对？哦，好安尼。对啦，咱台湾无人在讲啊。咱中国认为中国是伊中国是中国，咱台湾是台湾的人。嗯。卖起了啊，对不对啊？卖起都不输啊嘛，哦，你何必要就磨你也没去通啊，对不对？你对中国唔是得好感啊？没其他单人来滴啊？哦，对不对？啊，所以这是个人的想法是安尼啦，哦，你若无去未使，就做生意无去，买几啊赚钱无去的时，我讲海人拢唔敢讲半句大牌的啦，拢唔敢讲啊，对啦。是咱无要去的人，咱卡直接跟你讲啊。其他人无有需要要底下咧做做官，咱嘛是唔敢讲啊。讲出去就是很实，就是安尼嘛。咁啊，讲到海听下，就是这个叫做无去无输啦。啊，但是无去无输，无代表非洲遐国家足细腻哦。嗯。非洲遐有中国伫非洲遐咧布线是布甲足严密的。嗯。啊，非洲迄个所在呢是林。你若去北国，林东。那会当个。诶，唔是上尴尬二门尔。即摆，譬如讲阿星啊去非洲，啊，迄个所在拄啊甲中国有迄个落做啥呢？搞收着中国迄个援助，啥物啊？甲中国做好。啊，我去，啊，怎啊？哦，阿星啊，怎啊离开台湾，难过去非洲，伊怎啊通报非洲这个政府？吓，掠人，啊，了印度过，抓印度过，无那会哦。我那哎哦，这我那爱注意哦，对咯。还说工作唔是讲干澳门、干香港尔，包括你迄个非洲，人讲达非洲遐国家，拢爱做生意哦，对个。哎，伊咧伊是真正在甲你引导等你啊，等你中国啊，对个哈。再来，再来，这个张立法院啊，出现着一张闹剧就对啦哈。这民进党的立委呢，啊，家己咧开记者会吼，咧开中国黑手介入台湾媒体遮个代志安尼就对啦吼。啊，这个内面咧讲个就是咱顶日啊咧曝光有中国个这种叫做记者竟然啊来到台湾吼，啊当操控着咱台湾啊某一个电视台个节目节目，啊个写剧本叫人叫安尼读就对啦吼，啊个踮伫个所在咧甲你定安尼，啊这是民进党个记者会啊。啊！你国民党呐，感觉讲到中国安尼，你袂爽的话，你通替中国开记者会啊？
那个不是那个手电啊，有没有？那个手电啊，我去用那条衫呢，说他在外面吼，啊，耳朵说短毛感，那个记者会现场，那个壁边这样，在那里偷听，听看，这个做啥，这个民进党在说啥话，这样。所以说这个手电啊，夹在枕头啊，了后吼，那个头壳全拍起，你敢来啊？一定是这个，一定是上着脑的。既然民进党开的是公开的记者会，来看电视都有啊嘛。对不对？你从伊阿咧听啥话啦？啊，佮袂你共花，佮袂你他妈共花就对啦吼，共乱就对啦吼。啊，有当时啊，我拢咧想讲奇怪。这是一个上界快乐的所在，一切真自在，关心土地咱的爱。这是一个上界自由的所在，快乐爱台湾，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从八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这面册顶头有到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面册啊，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字，骗你投资股票、机会啊是基金，但你家己等，钱只正当过，想要退转来哦，都退无人啊啦。哎呦，真嗨哟！以后若看到这，就直接敲165去检举。对啦，阿公，老本来够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这是乖孙的理想巧。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哎，司机大哥，最近生意怎么样啊？跑小黄哦，还可以混口饭吃啦。哎呦，前面有车祸，我们等一下哦。啊，没关系，不过路口真的要小心。对啊，汽机车驾驶行进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减速，并且停让行人，才不会吃罚单，也不会冲撞行人而后悔终身。没错，路口交通别急躁，停让行人最上道。小姐，你内行的哦。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每年5月到11月为防汛期间，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因应台风豪雨，在4月已经完成所有的防汛准备工作，包含抽水机组测试运转、滞洪池排空，并积极清疏下水道及排水沟，保持排水顺畅。同时因应短延时强降雨的天气形态，今年持续补助市民身装防水闸门，保障财产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提供。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97.5，快乐混家男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华东98.3，快乐配偶96.7，快乐红虾91.3，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现在时间9点整。如果有一种爱，相聚简单，我愿将它与你陪伴，就在你的身旁，一生难忘。如果有一种情叫做永远，我愿将伊伴你到老，生死拢总甘愿，今生的我。你我之间
伸手在你我肉之间，你我之间便让爱情有渊源，你我之间无生命有缘，一生守在你我肉之间。听众朋友，气化喙齿若要够好用，咱来赶紧来使用白砂丸齿膏，配合正确洗齿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气化喙齿愈洗愈健康，愈洗愈洁白，真正有效的治疗气膏。欢迎啊，电话专线拍互通，台南空六七九四五空七九，台南空六七九四五空七九，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恁叫一个活动来个听众朋友做一个报告啦吼。咱首先这个活动就是咱台南市中西区民族路吼不头港中福宫。咱这个庙宇呢，建庙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啊啦。佛师最主要的心明，就是北极先天上帝甲主台夫人嘛。本宫呢，对这个西园1984年有做一处的重建，至今已经40多年。所以庙里的管理委员会啦，决定要来重新来修建。而且本宫吼诚心邀请全国诸位善信大德，咱做伙来斗三工吼，观看重建庙宇。咱如果有要斗三工的朋友呢，啊，咱庙埕这个电话会当个卡来做联络，0928381899。0928381899，咱找凹先生收安尼得用起啦。啊，比如恁家我那有咧欢呼啦吼，咱只要观看那超过10000以上诶显性大德，咱就从咱的大名吼，加雕刻伫石壁顶面做永远的纪念啦。来，另外吼，咱家有一个啊，有一个招生诶活动。就是咱台湾教育部吼核准10间的国立大学，诶，其中一间吼国立空中大学，即马当咧招生。啊，咱即马厝内面如果那是有高中职吼毕业诶，少年家囡仔未来拍算头路吼，啊，要来从事地政师、不动产经纪人、不动产评估师、科教诶学分吼，咱拢有全班人好读。啊，包括法律啦，吼，这方面你打算未来要考律师、司法官、法官、考检察官、考书记官，你要吼针对着社会工作甲福利、行政科、社会工作学，吼，头路。咱唔免搁再开钱去补习班，吼、哦，咱直接来读这个国立空中大学，咱只拢有专班人和你读。未来咱啊毕业了后时阵吼，咱直接来当考出家的证件。啊，包括以前有可能有一部分的人，因为吼，厝内面有一寡经济因素、家庭因素，和咱无当继续升学，所以地处即马心肝头有一个遗憾啦。啊，这个遗憾无要紧吼。咱只要吼，即马咱都有时间，咱原来当来吼啊，即、这个报读国立空中大学，无论你国中、国校，无论你高中、高职，咱拢是直接当读，吼、哦、来报读。啊，只要将学分甲修完刷了后呢，咱吼、哦、就是有一个大学的资格的大学生啊吼、哦。啊，另外就是满65岁朋友，咱吼即马读册呢。教育部拢有补助，学习费全部拢唔免纳，吼、哦，咱只要纳一个每学分140块，安尼就会用起啦吼。啊，即马都已经啊退休啊吼，啊惊头壳吼无咧叮当，啊惊许迟钝去吼。咱读一俩册，交一俩朋友，未来阁是大学生毕业的吼，当然啊阁当动脑筋，唔免烦恼吼，脑筋去钝去啦吼。啊，咱如果有想要啊来报读国立空中大学的朋友吼。咱时间到本个月30日要到啊吼，特别停止啊吼，啊，咱会当吼来个卡台南中心的电话啦吼，0627466666，0627466666，转交号来报名，安尼得应接啦吼。
啊，另外这个活动吼，这是一个连续的活动啦吼，就是把面啊，这个甲骨牛吼，给人市场甲骨牛的连续活动。啊，当然有可能吼，有的人都有想要参与呢，咱只给人市场尔啦吼，有想要参与，但是你唔知道要去对他报名吼，咱给人的郑文鼎啊，郑文鼎。市议员吼，诶，服务处，咱家就当吼摕着联署书吼，会当参加联署啦吼。啊，伊地址是伫嘉南市仁爱区花五街八号，嘉南市仁爱区花五街八号啦吼。咱去要接个手术联署书来签名联署。另外，咱如果那是这个地址唔知影吼，你会当卡伊个服务处吼，电文店个服务处是嘉南个电话0224278298。控制李数李七八李九八啊，当然咱来用现代电话卡的，免加控制啊，用手机啊卡你也加控制，然后以上报告感谢。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歌曲。这首的歌曲呢，这是咱台中市吴芳川先生吼来点播，文公老师演唱的歌啦，《满地光》。
来，感谢啊！哈，咱哥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哈，转国免费的叫回转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一直是八点到下午的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再来，感谢啊！继续过来甲进行这部看新闻哈。来，接落来，咱们来个看一篇哈，几篇啊？这个社会新闻，这其中一篇，这发生伫桃园呢。讲有一名今年已经吼是73岁姓陈的查甫人啊，讲这里中岛，毋知是上热还是安那，驶一台轿车啦。去到桃园市的中立吼第一公有零售市场的停车场，要去啊停车啦。啊，但是吼啊，过啊进场的一个啊弯路的时阵就对啊啦。准备要将车个停伫车架啊位呢，突然间刷单吼高速呢，挖窟呢，单冲弄掉这个墙啊壁，啊结果单来死亡。啊，因为这个过程当中，让人看到讲安尼真奇怪，哪有人塞车塞这条行呢？警方昨昏报车的检察官验尸的时阵吼，家属认为讲吼，这个姓陈73岁查甫人就对了啦，本身就真健康呢。啊，五万公里当查明是不是车的状况出问题啦？啊，检察官只是啊，警察呢啊，这方面吼、哦，爱来会同专业的人士来勘验车况来做厘清啦。这是中立区大东路甲中正路口的中立第一公有零售市场，以前是历史加悠久，而一个传统的菜市啊。啊，建筑物内底迄东西，有起舞厅啦，起宾馆啦，包括吼西雅会吼正常的吼有两栋啦，有两栋馆，而且个大粒的市政啦，啊，皇家和一个外号讲，或者市政菜市啊安尼啦，啊，后手因为你过伤久啊呢，被列做危楼，单伫2017年卡掉啦。大中心搁再改建起一间吼，顶面6楼，下骹4楼的新大楼。啊，前年年底才开始吼开幕使用，所附设的停车场，今慢慢好一个吼，外号讲个这大市政停车场啦。警察调查咧讲讲吼，人住伫台北市啊，住伫新北市姓陈的查甫人啊，昨昏中昼吼开车载着因某外出食饭啦，伫中立区。延平路口先停车和因某落车了，一段进入了这个大市政的停车场，车开得到2楼的车道，伫咧弯进弯道的停车格的时阵呐，煞唔知是安怎样啊，挖窟啦！啊，这个挖窟煞去吼弄到墙壁呢，啊，弄到墙壁了，忽然间车段向进前断硬冲出来呢。向进前硬冲出来，单弄对头前的墙啊，壁落弄一个几台车碎一秒，人嘛死伫内底啦。啊呀，市消防局呢，第二大队得到报案来到现场，将吼车门甲破坏救出姓陈的查甫人，但是已经无喘气、无心跳啊。救护人员嘛是吼加用迄个心肺复苏术吼要甲救活啊，但是嘛是救袂活就对了啦吼。所以这个家属伊感觉真奇怪，伊讲吼是咪车出状况啦，啊无伊的身体都真好啊，那会较。诶，停一个车位，塞车塞到弄到安尼啦。这，你讲车出状况，我看不到，我感觉是人出状况。应该是人啦、啊，应该是。我是感觉，我是要一人啦、啊。要讲伊咧停迄个车的架啊位的时阵吼，麦古咧停的时阵吼、有可能去弄着墙壁，惊着啦。啊，惊着吼，当我去拍迄个。怕的啥？那真正的塑胶弹，拿到枪，我都枪严的也是呐。这这应该是弄着枪啊，边迄个先身体就已经开始咧无爽快。应该是对，咱已经做过足多嘛，就是讲，迄个平常时拢也无啥物病啊，无啥物啊，突然间就猝死啊，有无吼？后来迄个公共汽车的司机问者，伊咧开车的当中突然间人无爽快啊，安硬甲车停伫路边去啊。啊！一个停来了，人客转过来到司机的边啊，一个看不开啊，那样死啊！这马这个猝死的，大作的，这讲车，我倒不是认为是车啦，
应该是人啊，人。啊，人出状况，因为也打不骨打正常，有那个骨乱的。乱的啊，骨乱的嘛。啊，就这样啦。对，伊可能就已经开始的身体怪怪。身体有状况。他说唔知系把骨神去治掉。对啊。啊，但是迄阵伊还佫会当。甲拍去头前要顶开的时候，迄种可能人个话啊，脚带把皮个门冲出去啊，就冲落去啊。所以这个唔叫做应该跟车无关系啦。啊，但是这人哦，都是要拍公里的，哦，人都是要那个拍公里。但这东西准备安怎都唔知。明仔早，明仔早突然间个马英九讲死啊，哦，对不对？是讲马英九出来无啥物应用力啦。看明仔早看报着习近平讲要用胶皮啊，你安尼啦，啊是报军机啊，是国枪讲。我错起来了哈，哎，好啦，这是这个这人哦，还身体真正啊，有的真正症状，真正一点点啊症状都无的。没有，你的小心脏，你的症状用红夹起来，你看。哎，这一点啊症状都无，啊，突然间就起啊。啊，我以前头拢狂气啊，拢狂气啊，用狂气，中间伊开车的情况，你看会正常啊。对家属来讲，也无交代啥，啊，无啊，那人好好做安尼死。我他妈做唔甘，啊做伤心。但是咱另外角度切过来话，有偌济人想要死伫病院内底，啥物个所在死未起啊？那个对，啊人家咧受苦诶，迄嘛一大堆啊，哦对不对？哈、哦，哎，好啦啦，这是迄、那个做身体状况，所以咱政府是安那一直咧推三讲几岁以上，你爱去病院先做最基本诶迄、那个做健康检查。嗯，哦啊，若检查出这位有问题，则去再挂迄个科。也来专进挂一个科，啊，来做详细检查。我讲今麦人，你问下他有拢会去检查吧？嘛、是有个人无来啊，哎、有人个感觉人都好，我检查要做啥？啊，台湾人有一句话讲啊，讲好好人检查一下，规身骨拢病啊。啊，规身病你唔知啊？啊，但是人无安那就好啊。无安那就好，无安那有一日讲上用用出事事的，啊，你来规身骨病，尽管你无要检查，用胃检查是安那，嗯，啊，你真得危险。啊、但是有的人啊，面对现实，你唔敢面对现实，你听无？嘛不一定啦，有的人本来伊就不爱加病宜啊，尤其是我长辈都无啊。真认为啦，有的长辈就一定做事业咁大是必然的道理啦，对啦。哦，少年人讲我孙娘，我用啊，我少年我。即马出事嘞，年龄拢下降嘞，少年那我那赶快。我那 A 啊，啊少年那 A， 根本你这个少年用可我少年我那有可能有啥毛病？次数。啊，敲摇龙敲的，用多数拢心脏啊，心脏啊，所以心脏会更加是足恐怖的，对不对？哎，你看袂到嘛，你家己嘛不感觉嘛，安尼嘛，啊，所以即个有岁人啊，对啦，是讲少年人啊，都喜欢容易检查起来，这对身体是有保障的了，对，这是需要吼。嗯，对啊。好来，感谢啦，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来来关心一下这个家人啊，这个爸边吃国牛吃什么哈？这个家人市的市长吃国牛啊，啊上任呢无够两当较当外的时间呀，即马已经是三个案件的比格啊，就对了，已经三个案件的比格。啊，所谓的这个爸边吃国牛的团体出来咧，讲讲拜托的，你吃国牛，你嘛具体对外靠睡眠人对你的敌意，啊，卖特别记者卖古啦，都去你就讲我专心市政。你也靠专心取经，专心甲三案的比较，对不对哈？啊，这个这三呢，这个民进党当然是叫那个做假官僚爱知所进退啦，啊，就是要计划的啦。伊就快要等我讲，啊，看你有在在搞法条无安尼尔嘛哈？啊，至于这个罢免案哈，啊，这个做假官僚目前呢，啊，伊的罢免案甲听众朋友那简单对总甲报告一下哈。第二阶段呢，进入最后关键的时刻啦，吼！啊，这个罢免吃国牛的公民团体，伊咧表示啊，伊伫到家这个涨啊，这个罢免书已经来到28,000瓦分啊，就到涨啦，吼！啊，涨是二五号啦，吼，二五号，啊，涨二五号是28,000瓦分，即马阿个差2,000分左右啦，2,000分左右，吼，嘿，可贵的，可到迄个这。到迄个了，做迄个了，做收工是收到七月初三啦，啊七月初五啊初六都爱做车啊啦，就上这个什么啊中选会哦，你这刚刚是先。
这讨论是算家人讲的，其他里那个，其他里那个应该是有啦，佮分两千分尔啦吼。啊，大家佮冲一下，安尼就对啦。因希望讲会当用佮较济分出来，安尼就对吼。好啦，这是关系到这个，就是阿杜才有讲嘛吼。讲这个给台中市前议员张耀宗啦，啊，讲这个开始开放伊的服务处吼，哦，台中民捷啊，台中好迄个做啥呢？啊，伫台中的家人的市民，会当来到伊的服务处参与人数哦，伊是台中的啦，伊是台中的政，但是伊讲台中冇家人人啊，啊，你若要人数的话，会当过来伊遐就对啦吼。啊，这个做啥呢？啊，民进党这边家呢，啊，有哪同款坚持吼？从还是议员个人的行为啊，甲民进党无关系，民进党呢无参与甲推杀罢免的行动，啊，特别在讲这。给我再回到哪个对不对哈？好的嘞，感谢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哦，到站阿个差两千分哦，到站安尼哦，阿个差两千分，安尼应该这两单阿都会搞啊，嗯，阿个吹一个都有啊哈。好来，感谢来，哎呀，来，另外咱每个看一篇社会新闻哈。这最近这几年来吼，现在发生这款的代志啦，就是有政教、有白的尼母啦、保姆啦，啊，讲摇囡啦，讲骗囡啦，啊，然后吼讲色色死啦，讲怕怕死啦，讲苦毒死啦。台中这个事件哦，恩恩这个案件，根本恩恩，哎，恩恩的，妈妈无头无尾啊，我卖妈妈被拒绝，真相妈无啊，不是恩恩哦，不是恩恩啊。开人以前那囡仔咧骗囡仔咧摇囡仔，迄一年无就对了，大家嘛无白的呀，大家嘛拢摇甲足健康吼。系啊，来咧讲伫高雄有一名姓陈的单亲妈妈啦，去找着一名有白有正教的年母，叫做苏如婷啊，照顾伊八个月大的查甫红娘啦。无想着讲，只照顾三工尔，头部受伤啦，啊，对呾受伤，当当西西啊受伤啦。结果经过检方吼啊，报警察啊，经过检方去甲调查，还原去荷兰吼损害掉的监视器的档案，竟然发现着讲这个红娘啊，去荷这个五百年无了掉，安尼就害14刀啦。高等法院高雄分院长院依着重伤害罪来判伊九等判。根据了解，伫前年的十二月十一日呢，有这个年母合格证照的被告啦，苏如婷啦，伫屏东县的恒春镇的住处吼，接受着姓陈的一名单亲妈妈的委托啦。照顾伊八个多月大查甫红娘啊啦，每一个月吼的薪水吼是15,500块啦，时间是每礼拜的拜一骗到吼每礼拜五啦，会透早到阴暗，共迄一个月14日下晡4点外，这个年母呢，看到查甫红娘开始抖筋啦，开始脚手软绵绵，拢无力啦，就对啊，有一个反应出来啊啦，单由阴暗。因翁后手判不起诉处分啦，由因翁拍119的迄个电话求救呢，经过送来到高雄中介病院检查，发现着脑部吼，包括迄个视网膜拢已经流血出血啊，啊无意识的情形之下，超过24点钟的镜头，警方接到报案，并且来调阅监视器，发现讲这个监视器吼已经向毁坏掉去啊，啊使用了科技的手段还原画面，找出了吼1700多块的脆脆的这个影片来个还原啦，发现着这个线索的尼莫就对啦，
讲干那因为讲这个红眼啦、哮啦、哮啦，啊，伊就感觉烦啦，感觉挡袂掉啦。伫咧穿衫啦，你甲囡仔穿衫啦，伫咧甲七身躯的时阵就对啊啦。啊是讲吼，伫遐咧调整吼穿铺的姿势，啊是讲穿铺的时阵就对啊啦。拢甲囡仔掠起来，用石的啦，用下的啦，一个将囡仔掠倒掉就对啊啦吼。啊然后呢，单吼按着迄个涂骹有迄、那个粗迄、那个。软垫啊，掠倒掉个，安尼单甲摔落，安尼摔骨啦头吼，你也去摔，你个摔落掉个啦，安尼摔真真熬，至少摔十四刀，摔甲吼，迄、那个视网膜啊拢出血啊，包括脑部啊拢出血啊吼，啊当即嘛吼人吼脚甲手落掉啊，拢无力啦，袂顶袂动啊，已经是重伤害啊啦吼，结果经过吼法官安尼甲判罪呢，即嘛伊是还可以当上诉的，甲判高等判用重伤害，甲判高等判。嗯，这个，哎，这怎么样讲啊？啊，你家己食一碗头咯，要甲人做呢？无啊，你算唔知影讲这囡仔本来就会好啊，本来就所以囡仔巴肚枵也会好啊。对不对？心情不好也好啊 ，A 片看个多嘛，好，对对对，哎，都查咧，你想啊，你本来有干过个啊，哦，想无，这到底是？哎呀，别人看起，系啊，后尾人做安尼，阿傻了，佮囡仔别人苦读，啊，古早时啊，那咱迄个无啥物年无计较，啊，但是古早囡仔咧用骗的时阵，喊你听着。第一种就是迄阵的媒体较无即马遮发达，反正迄阵都是台音啦，啊只是无迄尔。啊，第二就是古早时代吼，唔是古早时代，就是啊像个捉音啦时阵，迄阵的音啦咧用平拢学隔壁平，好无吼？平啊，我爱上班嘛，啊拢到隔壁我爸送啊吼，啊咧就就近了。对，单单讲平啊，母家迄个甲你拼音啦，即个阿送也是迄个什么啦？拢实在啊，所以较袂去甲你虐待啦。嘿，伊较未去甲你虐待啊，咧就对啦吼。啊，即马唔是啊，吼，即马拢。啊，有迄种事，一个年尾当时拢骗过来因啊。对啊，对啊，对啊，迄阵咧有时啊就骗过来个啊。啊，所以，迄因为有熟识，状况者人讲见面三分情嘛。啊，你讲有熟识，所以对因啊较未。啊，即马唔是咧，即马因啊有诶上期了，迄年尾家你根本都你都含面，根本完全无熟识啊。啊，因啊坑南遐，啊有诶坑规工诶，有诶坑下仔时啊安尼。哦，想到恐怖噶，那、啊、对这个也无反抗能力的囡仔讲。奇怪，我这，他做公益开开事件，我发觉大哦，这个你不肯定未感受到吗？啊，开开，嘿，龟口罩诶，龟口罩做一个开呢，不是一个变态呢，安尼龟口罩拢变态呢。嘿，再讲专门台湾做一个唔知啦。有啦有啦，啊、就一个做礼物的人。有哦，哎，不要靠可怜人，我开开这事件，啊，人你是安那？这个买啊好，又过是先做安那？啊，其实开开遐也是第一件啦，开开心情已经发生过来，今日终于啊，好啦。所以这是大人吼，真正尤其少年翁仔某，当时啊，伊无两份薪水袂使嘛。啊，囡仔一定爱哄骗吼啊。那即马政府讲爱找了有七脚靠腰，建筑师都拢有七脚的，建筑师都拢真有七脚的，出师拢有七脚的。较侪啦，较侪他们都多少拢有七脚，你出师。有啦，啊，好，这翻囡仔就无啦，讲用报应来讲讲，啊，这囡仔顶世人就抬你个。嗯，啊，只是后面都入入来都等啊，但系咁咪攰，咁听都，咁咪攰，卖公公黑有嘅唔会啊，哦，对唔对啊？哈，好咧，感谢啊，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青山公司全国免费嘅教会专线，好咧，进广告，随个都等来嘛，感谢啊。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是咱全国民付费的教会专线电话。来接下来要来跟咱听众朋友做介绍推荐，这是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这是由着咱加拿大美麦油厂所来制作而成。而且啊，伫咧制作过程当中是经过吼啊，咱高科技来做萃取吼。
这个高科技就是专门啊利用这个螯合技术配合 PICS 这个高科技的萃取，这是咱拜尔博士伊所研究出来的一种专利的螯合技术。这超临界萃取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当然这嘛是经过吼啊日本啊韩国包括美国加拿大这个眼科医师啊所来认定。目前就是吼拯救视力危机的名药，当然咱内底的成分有真多，伊有红素、玉米黄素，包括花青素、小米草，包括吼啊决明子、稀有等等等等，真侪行的物件。这所有的物件，如果你若无来利用专利的熬合技术来甲做萃取了，会话就对啦。当然，咱的成分会大大的减少。简单讲就是讲，你无这项技术来甲做萃取这的配方，你所吼得到的这个效果未通真侪。啊，所以咱啊尾巴啊，咱尾巴药厂吼啊，咱拜尔博士用这个专利的螯合技术来研究这的物件，这是目前上界新、上界安全，而且是上界有效保护目睭的良药。听众朋友，咱平常时啊，你都感觉讲有视力的减退，白内障、老花眼、视网膜病变、黄斑部退化、老白油、白眼症、大眼症等等，甚至你本来都已经是近视，尤其是高度近视的人，你拢会当来搞挖去。来个挖课吼，啊，当然，咱平常时如果你那是讲吼啊，时常咧用电脑啦、耍手机啊、来看电视的朋友，包括你的工作是需要去进这个小小的物件，大家拢爱看，你目睭一定会比较吼，较容易损害到。啊，是讲吼啊，咱啊长期间吼，伫外口咧走外步，不管你跳多摆，还是讲你是开车的朋友，有可能你会挂一支乌林的目镜来保护你的目睭，这真好。但是如果你若长期间安尼落来，对咱的目睭的伤害嘛是真大。恁拢有可能吼，会提早比人吼早一工就白内障，吼白内障。啊，当然，如果若是讲有遮个镜头的朋友，包括吼你的头脑、你的事业吼，是咧看遐物件的人，你会通来吼，我可能的金立明第二代吼，啊，咱信山公司金立明第二代吼，这是由着咱加拿大尾巴药厂吼所来制作而成啦吼。来，接下来去另外要来甲咱推荐介绍吼，这是咱的信山软骨素。咱信山软骨素内面有真侪成分吼，真侪成分拢是日本吼专利啊的成品的物件。啊，这软骨素内面伊有日本的专利，就是软骨胶原，包括日本专利乙酰葡萄糖胺。这个乙酰葡萄糖胺，伊最主要是咧吼修复咱受损去的软骨。硬骨，包括咧制作吼，咱关节吼凹翘，不管是啊，这个手的部分，也是讲脚的部分，这个凹翘关节这个所在吼，制作以骨浆骨型，和咱这个凹翘的过程当中会当润骨，吼会当润骨，那像从咧尖肌油迄一般，安尼咱就较袂去伤害到咱软骨，啊较袂去伤害到咱的硬骨。啊，如果咱这个啊关节这个所在，如果曾经有去受伤过的话，有可能你这只骨浆骨型，而且功能会减退。啊，这个功能如果那是减退的话，你吼啊分泌出来骨浆骨型伤过头少，还是根本你无在掉，人去分泌骨浆啊。你当来个挖去吼，咱信山的软骨素，日本专利乙酰葡萄糖胺专门咧制作骨浆骨型。如果若无只骨浆骨型来甲咱用骨的话，咱的手翘、咱的脚翘、咱的关节的每一个所在，真容易会去损害掉。简单讲的是吼，你打碎咧磨吼，你迄个软骨咧去磨害去，啊磨害去就抓咧去，你就磨掉软骨，就是开始关节咧疼痛的时阵。信山软骨素内底一个连得。糖小分子加原两倍，包括维生素 C， 一个咱的美国 NEC 两倍分解加素，一个有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爱尔兰有机海藻钙吼，这是补充到咱人类骨头当中的钙吼，上加有效的物件之一。当然有真侪啊，迄、那个产品啊，伊拢强调讲哇，伊的这个产品内面会当补充钙啊，补充什么钙？当然迄是吼，因啊因的认为。但是咱直接要甲听众朋友，要来甲恁介绍，
目前补充钙上钙有效的物件，就是咱的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物件。所以这个物件就是咱这能够所来的主要成分了，对了。所以用这多钱才做朋友，有人讲钙小块非常清楚了，对吼，非常详细吼，粗粉啊，什么种种拢跟你讲啊，非常详细，能够所。加只金里面的第二代了掉，所以一个人五宝玉六清，就会用吼，未使回楼客，回了楼客掉了，像咱一条狗啊，你赶快就掉楼客也疼，开始惊人杂志就掉了，有诶物件就又开始疼，一条狗啊就未痛，未痛就归臭哦，做上去的话，咱会更赶快意思了掉，那又他掉了掉了吼，有关系啊，咱早别付了，别闹哩，看别那头。在心中看不安的，后尾的血不通，在脚不通的哦，你把它清净了呢。所以用这段，这五宝虚六清改加哈，补肾健，南苏冰露，钙和三冰的对啊哈啊，帮你出问题，能怎样哈？讲补肾健，非常说，日本韩国一年销售五千万辆，台湾多多多。电台改咱咧做咧呢，米吧接出来，就关乎咱做安尼念念哈。所以主要在三冰以外。咱用许多山这三边来做搭配做使用，有人不了解，拍电话做详细询问，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啊，感谢你。来。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转个免费的电话专线啊，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电话一直是啊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电话甲卡过来，公司都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再来。阿边时间呢？开往可以的电话啦，啊，大家都开讲破刀啦，吼，啊，这个电话啦，卡通会去收音机甲静默无声吼，啊，咱这个听电话就好，啊，讲话时嘴吼尽量较瓦紧，咱这个电话打的吼，来2699456吼，2699456，带咱们电话，我拨他比如哪位卡，咱就麻烦打一个空六吼，来。就可以来。来，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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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大家讲的乳量啊，哈，乳量啊，因为乳量啊，进行完了，而且听到是纳智捷啦。哦，啊，对，纳智捷。嘿，纳智捷完了是乳量啊，清白啦。哦。啊，伊即卖哈，伊即卖纳智捷虽然是引进 NG 哈，有所谓电动车，不过伊纳智捷即阵即卖哈，冇出一种新的电动车啦，出十多年啦。哦。系啊，我一开始。之前我就差一两年前，我就发现讲奇怪，啊，所有 NG 的车奈遐尼啊细，我想讲说英国的品牌袂歹啊，啊，敢那看起来价钱敢那无贵，佮本来原本想讲要去牵一台来开工，结果我就讲，刚才讲是中国。唔搞错，你见到我听直播，系啊，做冇做呢种咩上过嘅，啊你啊吼，你台湾吼，你台湾因为就是进口税扣得重，所以你唔管买什么进口车，都系买品牌进口车，拢是得贵。是啊，系啊，啊你啊到尾安尼，路量啊你又付钱嚟嘅，你近年哦，佢嘅多数你个税是，把只税金，把只服务税，税金减少就好啊。对吧？哦，大概当买较好的车，啊，买当讲较，讲买一台车，唔免使几十年的，二十年嘛，啊，搁咧开唔敢换，对吧？而且贵着，系啊。嗯嗯嗯，安尼讲。而且讲好事，而且你，系啊，你就把迄所做嘅部分都最紧跟着就好啊，对吧？是。安尼，好，是安尼感觉。好，感谢，感谢，谢谢，谢谢，谢谢，你好，你好。飞利浦，钟大哥，飞利浦，你好，2007-08阿边啊，就是帮 Tesla 特斯拉取得迄个莫达，伊全世界找无迄个技术哦，找好了，阿边啊，搁伫桃园的什么工业区哦，帮 Tesla 要做嘞，迄种开始雏形拢布好啊，结果马英九又钓着总统了吼，单甲 Tesla 挂到，当然 Tesla 到尾啊去中国，迄个生产哦，伊就是。
家家的补助全部拢没有严凯泰，就是杜龙啊啦，结果一家都做不出来。嘿，严凯泰是最近靠含迄落、迄落台湾阿明，迄落贵台平地，伫中国甲直接合作甲小我团的，嘿，几百亿个拢全部都拢共乌了了。你看，嘿，就像今晚傅昆萧先生。第二点，你若有一个印象，安达咧讲迄个假国强的时间吼，有安三个主持人其中就直接讲，哎、欸，今晚咧讲话怪怪。较早假国强伫迄落清明档的时阵，伫迄落 TVBS 咧讲是足厉害的，迄头壳足厉害。所以林佑刚内政部长啦吼，伊其实有哪知影应该咧假动。所以讲引用网友讲你假动啊，正开讲假动，因为迄落假国强讲讲迄落林佑刚官商勾结有诶无诶啊。事实上，恁三个看了着，恁若注意看贾国强即卖行为吼，我甲你保证，绝对安徽他们迄种、迄种在输诶啦。感恩姐姐。好，大家，来，你好，嘿。哎，你好。哎，你好，你好。我今仔日拄仔过，食饱哈。我来好。我甲你讲，过年来代志吼。好事。不管多点吼，家有财吼，再来过年。因为四班咯，哦，超四班的哦。一早八点来吼，啊五点五点，一早一百块十分，安尼伊啊，你厝边伊厝啊，拢早上来铺水，来铺水吼，伊起码对方啊，十个完了有排就过来，平时我早点讲伊，你若无早晚接好吼，我伊啊四班啊，一早过一百块十分，啊八点来五点来你等啊。嗯，是蛮好啊！可能用啊聊了，唔知影算用无当请人请，你大名是，我也不好，你好，第二不是第二个吼，我是嘛想来是，是三年工资从美国赚的，来报销，我答应用是大概三等，三等放点啊聊，你你你，等一下，你好，你好，我还辛苦嘞。哦，啊，除非要钱用哦，要钱的事我成功哦。是。我过来做。我啊过来做，过来做，嘿嘿。啊，你你做有得交钱无？无嘞，反正拢义务的。啊，迄种义务的，要来做的人拢会使钱嘞，安尼。我拢做交钱。安尼哦，我无嘞。我无去，我大家若要做咧练，咧练做咧练啊，老一个老师我就直直教，直直教咧。你迄个，你个垃圾唔是用食电池的？哪里哦？你无创垃圾咧？无，老师先，老师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咱对安尼做就好啊。哦，阮就是讲，一抽你垃圾是，拢钱，你拢拢抽五百啊，过年吼。我怎么叫你安尼乱哦？对吧？迄是驻气明星，迄军心呢？嘿，啊！你安怎无讲？敢叫人点点卖讲哦？你那咧？迄国民党诶，开只听啊听，伫立法委员胡作非为，要甲台湾弄个乱哦？对吧？啊！这我啊，该这是这因拢无事做吗？对哦，讲的什么话？一些中小平在讲的哦，什么发落去？谢谢，来第二，三位大哥哥，三位大人哥吼，我跟你讲吼，蛇吼，被你抓动着，啊，蛇若无说出来，咱唔知这个蛇的存在嘛，对不？啊，即马吼，咱的国会吼，内底吼，遐流浪蛇一尾说出来啊，拢显出原形啊，讲因的主人啊，因的。习近平是因的人啦、啊，啊！你想这
这一直三个人，啊，搁规定啦，配合因那边，哎呦，啊，将的要宣布第十二条，啊，因为超工啊通过这个，哎呦，扣钱呐，啊，我想无啦，哎，你国会要人扣款，哎，国会是咱算出来，哎，因要扣款，哎，甲主管因甲在伊坑什么所在？啊！甲政府看你敢来吗？啊！总统如果去遐吼，在伊啊，伊搁伫打。我讲哦，咱台湾真可怜。哎呦，这下流拢说出来啦。啊！台湾人搁未清醒吼。吼、有一天哦，这下流人呐，愈来愈大尾啊！我哩一冻结一群哦啊！后背后来，我相信大家拢心内有数啦吼。起码这个家人这选举吼，目前哦，这个罢免吼，差两三张票啦吼。啊，咱即摆爱按哦，走路哦，四千票，吼，爱个签四千票发稳啦。因真厉害，因拢刷真厉害。哦，我真正比如讲哦，你家人也讲哦，拢迄位查水表啦。啊，无人敢出来连数，啊，人去连数哦，后边拢人你跟踪啊。所以这边哦，要连数哦，大家也是真怕病啦。大家惊啦，所以大家也是为了台湾哦，大家还勇敢的啦。好，各话私下来讲哦，免惊出无几间进来联署，台湾加油，台湾加油！谢谢，你好，哎，阿兄精彩，哎，这唔代表那讲个较好啦。你甲看咱民进党在开会，跟你陈玉珍有啥物小关系？做以后了，他讲他讲闹，现在公民行动听加大热，我看未得啦。啊，这底线敢看无？哦，啊你像你这按摩这个中国的门诊，啊敢就讲挂出来嘛？啊这天天照等照对中国啊！你做这个国议员，无为了人民底线无变，你来按。说替伊咧捧钱，啊靠！这种查某安尼，我是想无。国民党，哎呀，啊你国民党的支持者，这一路坐车部队，问看你安怎来，无哪人叫阮来，阮就来啊。啊叫你去死，你敢唔去死啊？啊，所以我讲哦，那咱这代的听众是水准有够悬啊。会晓讲要甲罢免，那我是讲，唔是干那罢免。我看，像这陈昭书可怜呐、啊，哦，啊，搁恁台南区迄个，我当心，我当心啊，哦，这笨蛇哦，这吼、個，这个我台湾我唔知要哪讲啊，这我有那青眉目睭，我有那甲战斗未来呢，啊靠背啊，啊，咱台湾人苦了，不能再过，我才笨蛇啦，陈昭书啦，啊，假的哦，现在，2026，民进党。我感觉偌清清有只个青草哦，真正少年啊，这真个无哦，哎，这真正会变起人个，是，这真正啊，伊偌清清，你安尼在硬夹啊，硬夹啊，好，谢谢啊，谢谢，来你好，喂，三位，你好，你刚刚看起来，就像部分期间个，习近平面前有讲无？有啊。那个是跟他，你跟他切算道理的，对。好，安尼就好。好，感谢。哎，我总接电话，是的哈，时间来关门了哈。好来，拍摄，咱时间就足到这来，咱来进广告哈。感谢。这几天天气真正有够热啦吼。啊，当然热到吼，大家感觉莫名其妙，可能就伫厝内面吼，安尼抢电筒、抢冷气啦吼。啊，当然不是大家有法度通伫迄个厝内面抢电筒、抢冷气，有人爱出外吼去食头路做事，这个无法度啊吼。啊，听你讲讲，即几工的热呢，讲热家那你敢知啊？热家讲无法度人形成这个风台啦吼。啊，当然你气象局讲的吼，这到底什么款的情况？热形成风台。啊，你讲上热家无风台，哎呀，啊，这什么款的情形，咱嘛唔知啊啦吼。这有当时啊就。气象局都安尼报，啊，咱就照安尼念啦吼。啊，另外吼，就是啊，这个政治，咱这个福建啊，都已经啊无多人过啊吼。啊，所以行政院啦，包括你看，伊党团、民进党团啦吼，一个总统府来提出着吼，实现。
啊，这个事件吼啊，提出了后，唔知来就等个外久吼，只系当听到这个大法官来做这个解说，讲到底吼，这是不是危险啊？无啦吼，啊，但是无要紧吼，这段期间在迄个大法官未事件出来的时阵，诶，过程当中就对啦啦。那阿哥有一个暂时处分吼，暂时处分就是和这个法令、和立法院吼，这个恶法吼，诶，扩权的恶法，无多人在这个时间下，来进行吼，来行使伊的法律作用了，对啦啦吼。这安尼，可能听众朋友来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就是安天气，包括这条恶法吼，扩权这个恶法，这个安尼啦吼。国会的消息差不多就是安尼啦，啊，即马讲啊歹听的，一寡国民党诶，还是国党诶，迄个也无咧演啦，吼、哦，直接简单讲就是证明要互恁看啦，吼、嗯哦、啊，都以后若个选举诶时阵嘛是爱去登票啦，吼、哦，啊，大家较想好势安尼就对啦，啊，这个迄、那个至于讲迄个做全面改选，我看是不可能啦，大家坐到迄个位啊上想要改选啦，啊、哦，啊，不是国民党俩，嘛不是国党。搞发明金钟啊，我想要改算啦，哈哈，你甭讲安尼得啦，好，好啦，来，感谢啦，吼，啊，天气非常的热，是安尼算的，系啦，政治就是安尼算的，对啦，吼，啊，但是咱在路看到，感觉讲，啊，是安那开，无必要较粗残的方法哦，对付国民党加这寡党哦，是啊，真正作死人，啊，即嘛。想要立什么法都没有啊，这么讲都无效啊，因为那是读书人。嗯，你要立的法，伊绝对全部给你封杀掉了，对不对？哈，好，在罗清标啊，阿德英台也好，哈，啊，包括咱民进党的立委，未来调整那个做大嘞啦，未来做大嘞啦，哈，来，感谢啊，哈，来，上个。好了，今天吧，感谢咱公司许多的收听台湾人俱乐部直播，咱下播过去两点钟了哦，啊，咱下播空中再会。